如果您有烦恼，早上醒来也许可以听一听鸟叫声。一项新研究发现，这种体验可以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，有助心理健康。清晨，在靠近树林或公园的地方，人们常常可以免费享受到鸟儿合唱团为大家送上的欢乐大合唱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些动听的鸟叫声不仅仅在当时令人心情愉快，甚至可以令人心情放松，提振情绪，而且这个效果可以持续长达8个小时。伦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了研究，他们惊喜地发现，不仅仅是聆听鸟鸣，看鸟也能起到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呢。而那些外出散步的人也表示，听听鸟儿啾啾的叫声，看看那些形态各异、羽毛色彩丰富的鸟儿，确实会给他们带来积极作用。Yes, very relaxing. It makes me feel happy. And I lay down, I fall asleep. 40年来一直观察鸟类活动的理查德·希金斯，更是以切身经历证明了这一发现。It makes me feel happy. It can clear your mind, and that can fill you full of joy if you see a bird that you weren't expecting to see. It's just magical, and it takes your mind off your daily travails. 正因为如此，一些推崇自然疗法的医生推荐大家抽空去公园走走，放松心情，以减少罹患忧郁症的几率，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呢。